米泽制面，专营赞岐乌龙面料理。岐乌龙面佐以天妇罗，完美展现餐点的鲜香。今天介绍的餐点唐扬炸鸡块，在日本称为唐扬，也就是腌制入味的炸物。使用鸡腿肉切块，裹上面糊，经过高温油炸，形成酥脆轻盈的面衣。咸酥香脆的外皮，外酥里嫩，咬下去满口多汁肉嫩的鸡肉。这就是日本国民美食天妇罗令人难以招架的魅力。